啊，我们下周放元旦假的，我回去待几天嘛。回来干嘛呀？就在学校待着吧。我不是想到回家过节嘛。别回来了，我要去你弟弟学校陪他过节呢，到时候给他包顿饺子，他一个人在学校孤孤单单的。要得，晓得了。怎么样，王姐？哪天回去啊？我不回去的，我还要兼职哎。啊，你不回去啊？刚好我也不回去，到时候一起过节呗。啊，那我也不回去了，咱们在一块过呗。到时候咱们包饺子啊。那我们到时候一起。行啊。贝贝，你会不会包饺子啊？别浪费面。洗你的菜吧，肯定让你吃到嘴里。你们怎地不用回去吗？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。想什么呢，王姐？这么冷的天，我才懒得出去呢。就是啊，大家一起过才热闹嘛。要得。啷个了，贝贝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去接个电话啊。啊，要得。不好意思啊，王琦，我不知道李想突然来找我，他也没提前和我说，现在已经在楼下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啊，没的事儿啊，那你赶快去嘛。他冷个人过来，当然得陪陪他呀，快接快接，别耽误他时间。那我先走了，王琦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。哎呀，起吧起吧，快起，快快快。我总说不清。王琦啊，啷个了？我妈刚打电话过来说要接我去吃饭，我实在推不了，我真的是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快起嘛，没人阿姨懂到的。那我哎，莫说那些的，快起嘛。没关系，外国人也可以的。过节怎么样？好好吃顿饭吧。你啷个回来的？我想了想，不对啊，我怎么也不能因为男人抛弃姐妹吧？干脆把这小子带上啊，给咱们当仆人呢。快来快来！啊，冻死了！下回你……哎呀，我把我妈请来了。天太冷了，我们娘俩就不在外面挨冻转悠了，还是咱们屋最暖和。到时候我妈教教我们包饺子，给咱们指导指导。还指导什么呀？就这么几个人的饺子，阿姨来就行了。你们去玩吧。